刚才郭亮大哥呢，在电影开始之前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如果你觉得戏好看的话呢，就跟导演说一声母子平安。”其实我看了之后呢，我要跟导演说母子平安，孩子健康又漂亮，所以是非常好的意思。我真的很喜欢这部电影，继续努力，希望票房是新加坡的 number one。